我们今天在这里遇到一根狗筋蟒啊，狗筋蟒它属于十足哥狗筋蟒属的这里一大片，全部都是这么多。大家看到这条心，就知道狗筋蟒这个名字的来由了。瞧，很柔软。哇，太漂亮了！今天我就说了，这窝能挖个三四十斤，我之前就有一窝挖个五六十斤的。出货了啊！漂亮啊！虽然没有那么长，但是等一下这些我们都一样把它弄出来。哎呦喂！